看起来德隆已经知影郑妈妈带康康去美国的代志啊。董事长，这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代志啊？你敢知影，我妈带康康去美国的代志？哈？老夫人哪会雄雄带康康去美国？莫怪，拢联络袂着啊。我妈有代志，拢会请你安排。你哪有可能不知道去美国？我真正不知影，我无必要骗你啊！你莫老是讲，宽宽即马去美国对你较有利，我应该讲过做一届啊，我甲你无可能。董事长，老夫人真正无甲我讲伊去美国的代志，伊一定是惊我会甲你讲，才连我拢隐瞒。我已经给你机会承认了。这个你别放弃。董事长，好啊，替我订去美国去。是。就算你去到美国，郑妈妈也无可能让你把宽宽带回来。你跟秦家芬才是绝对无可能的。地当的不是已经讲过啊？伊会随去美国带康康回来，你都莫这么烦恼啊！是啊，过几天康康就回来啊。这个郑德龙根本就袂可惜啊！伊若是有因母爱烦恼，今妈嘛袂发生这款代志。因妈妈家境也是会尊重，地当的都是康康的爸爸啊。敢有？因母也是直接把康康带走呢？你认为敢有在尊重任何人？我真讲你是欠怕。你即马就一定爱讲一挂害家芬搁较烦恼的话哦、喔。歹势啦，我嘛是替家芬咧生气啊。家芬，你放心啦，宽宽一定会转来。我相信妈妈嘛无可能甲宽宽留伫遐一世人啊，对不？因伫咧美国有亲戚，拢真介意宽宽，宽宽去美国读册，完全无。你妈妈就是把囡仔带走，真正是好野人。小郑，安尼你敢搁较介意高富帅？哼，啊，不是每一个高富帅拢有一个这么激、这么激动的妈妈。我嘛是感觉你应该无咧惊啦。那是当然的，只要有钱花就好啊。嘉芬，啊，你敢知影因在美国亲戚住伫倒？离婚了后，我就无甲伊联络啊。我嘛唔知影因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啊。好啦，无你搁找看卖啊。啊，你若有需要，随时甲我讲。就算哦，爱去美国甲宽宽带转来，我嘛陪你去。我甲欣桐咪当陪你做伙去啊。嗯。多谢。我搁想看卖，我去房间休息。若是拢毋知影因伫咧倒位，啊，咱飞去美国嘛无效啊！这只池塘老妖怪，真正有够凶，佫无听着。陈公，啊，你即摆拍算要安怎斗相共？而且我吼，你袂当就安尼走去找地当的哦，安尼毋但无效，佫会害家分佫较麻烦。这我当然嘛知。好啦，无我等去想看卖啊。啊，家分哦，你也顾咧。若出什么状况哦，随时告我。无问题，你放心啦。嗯，我先来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这只池塘老妖怪，啊，恁总是咧害加分啊，替对迄地当会替替死心嘛。啊，自头到尾，妈妈拢无介意加分，会安尼做嘛无意外。啊，不过我要是希望加分甲宽宽会当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你看这摆呢，是毋是都无可能啊？
想这件代志。我去困了。我做物件啦，林姐。嗯，丽娟，欢迎欢迎。丽娟。哎呀，佳姐，哪会遐尼好啦？我拄才去风格遐做煮菜，这是阮煮的。哦，啊，这是你煮的，还是徐金凤煮的啊？放心啦，这来这是风格煮的。啊，恁今麦镜头靠倒位啊？我今仔日第一届煮物件回家，虽然做失败，暗过伊讲我后盖因爹爹去遐做料理。哦，那恁迄个仔愿望清单阁真有效哦，伊安尼讲就表示伊希望有时间甲你做伙。伊本地阁讲要一工来完成我十个愿望嘞，这过分。不要紧，我等一下替你驾驶。唔免啦，又改啦。伊着坚持完成这十个愿望，其他我着交我甲小珍来甲伊斗相共。伊会当陪我完成这十个愿望，我着足欢喜啊。就算讲最后伊无改我嘛无紧。不会啦，你的条件遐尔遐好，金峰哥一定愈来愈介意你。希望是安尼。阿姐想茶米粉。哦，我爱吃。安怎的心，予咱斗阵相带，思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。唔惊路。